吃早餐啊！早餐嚟啦！咁丰富嘅，哇！做咩啊？哇喂，吓、啊？鲍鱼粥、龙虾意面，喂，唔系嘛？食餐早餐啫，摆到只狗大鬼咁，边个咁大手笔啊？系咯，除咗我，你见到第二个喺度搞嘢咩？吓、啊？你啊？你啊？你啊？系啊？做咩啊？你哋唔系以为我连煲粥都唔识啊？唔系，识唔识煲粥呢个唔系主要问题，问题系咧，你边有钱吓买啲咁靓嘅料嚟煲呢啖粥啫？理得佢啊，钱点嚟咧？正所谓啊，有得食唔食啊，最大恶极啊嘛。诶，整翻佢先。咪住咪住，有股啊吓吓，你识呢只衰仔咁多年啦，几时有主动煮过早餐？兼且自己揞荷包吓，买鲍鱼添。十有八九在外面舔了东西回来叫家人帮你执手尾是不是啊？哇啊搞到这么大手笔，看来外面舔的锅也挺大，是不是？不要这么阴谋论，即是这样的，近来朋友圈生意不错，蒸蒸日上的、见到赚多了，不是想着整些好东西当慰劳家人，不要想着些衰东西，吃吧吃吧吃吧、等蒸蒸日上啊！咁、即系搵几多？系咯，咁七除八扣都比上我月搵多两千几，一人都分到八嚿几水噶。吓、八嚿水啊！哎呀，我以为你赚咗十万八万添，原来先赚咗个八嚿水啊！你搞到学人搵鲍鱼煲粥咁大手笔？八嚿水唔多嘅，但系买鲍鱼都仲买得起啊，唔使同我悭喎。哎呀，即系我唔系话你买唔起嘅原因啊吓，即系话咧搵一分你就使一分。喂，你洗脚唔抹脚咁点得噶？点都要留翻个钱咧嚟刮痧先得噶。正所谓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啊嘛！啲钱搵嚟做乜啫？搵嚟洗嘅啫嘛。哎呀，放心啦，而家就可能八百蚊啊，白圈生意好啊，迟下十万八万指日可待，食咗再讲啊。天修啊，这个做生意啊，最关键的就是现金。你但凡有点钱，你都应该把它留下来。那万一你资金周转不灵，你到时候咋办呢？你知不知道很多那些跨国企业，他就是因为那个资金周转不过来，他说倒就倒了。你到时候你闹着玩的，你以为？听到没呀、大伯娘就讲得冇错啦。系啊，今时今日咧，搵十万八万咧就话唔系话咁困难，但系搵钱都唔系容易嘅事嚟噶嘛，系嘛？搵得到都要识悭先得啊！仲大大声声话啊，指日可待啊！发梦发毛发癫就有你份啦！即系睇死我唔会发达啫，系嘛？边有你咁睇死自己个仔噶？你信唔信我今个月就搵十万八万翻嚟剥你棚牙啦？好啊，咁我拆靓棚牙，等你嚟攞好冇？我而家就搵。喂，你识？唉，你哋又系嘅吓，有得食啊，仲咁多嘢讲，你哋有冇尊重过人哋后生仔啊？细路仔嚟嘅啫，唔使理佢感受啦，食啦食啦，啲粥冻啦吓。食啦。喂，望住个账簿，发寿豆生意好好啊？唉，好鬼咩？一日得嗰几百蚊，冇发达嘅。喂，阿老细仔，今时今日呢一个咁嘅旺区啊，灯油火蜡、人工水电样样都贵到死，你每日有几嚿水就偷笑啦，想点啊？即系你话冇啲咩嘢赚钱嘅方法，可以一个月啊十万八万咁啊？有噶，犯法嘢。犯法嘢啊？点做啫？俾人拉啊嘛！之后咧，冇啲正行咩？正行啊，正行都有嘅。喂，呢期咧嗰个股市都几听话，咁啊，起码都有二卅个点嘅。股市啊？嗯。咁要搵十万八万，要几大投入啊？咪五六十万到啦。五六十万啊！蚀咗渣都冇得剩咯。喂，大佬啊！投資高風險啊，梗係高回報噶啦！今日你想點喎？有冇啲低風險少少？喂，大佬啊，你高投資啊，梗係高回報噶啦！你想刀仔鋸大樹啊？冇可能嘅喎，除非你中大獎啦！突然間，你兩個啊，又話過嚟幫手，等我成朝都唔見人，唔好再遲啲。我哋啱先喺西門口嗰度行街，經過見到間奶茶鋪咧排曬隊，咁啊買奶茶咪遲咗咯。奶茶？嗯。
我呢间咖啡店嚟啊，你要饮奶茶自己冲啦，饮到你呕都得啦，使唔使专门去到咁远买啊？唔系噶，呢个真系好好饮噶，呢间铺咧新开噶，两个都未试过，因为咧见到佢间铺咧门面细细，但系排队排到出马路边，好夸张，好火爆噶。系啊，排到出马路边啊？嗯，咁火爆喎，查一查啊。有冇？妖喂，谈咩啫？好似好抵下喎，加盟費先20万啫喎。哦，門面細，買完即走，啊台凳都唔使慳埋呢啲，加埋水電成，仲要成本低，可能真係得諗嘅喎。係啊，快手啦！我啱先咧隔離街嗰度見到有間雜貨鋪啊，而家轉手啊，啱曬你啊。都我天有眼想幫我嚇、啊，有，即刻揾阿 Coco， 我有眼出嚟傾傾先。奶茶，嗯，即系街边十几蚊杯即买即走嗰啲啊，冇错啦，利大本细啊，一杯卖十几廿蚊，成本先一个几毫，非常好做，绝对有得做。喂，但系嗰啲嘢咧，加盟费好乸你噶喎。呢样你放心，我识人问过噶啦，廿万搞掂，非常之抵。廿万你仲话抵啊？你冇嘢啊？一杯奶茶卖得个十零蚊，我几时先翻到廿万嘅底啊？嗱，呢次咧我真系唔争你啊！喂，谂下，好啦，你搞呢个咩奶茶翻嚟啦？嗬，你系咪应该要请专人过嚟打理啊？专人啲粮唔使俾啊！等死！即系讲到尾都系唔撑我啫。唔系话唔撑你，唔够力系撑唔到你。得，讲多无谓。反正就算全世界唔撑我咧，我阿妈实撑。彩头，买翻张单佢。我哋走。喂，喂你啫。阿妈装饭，我帮你，我帮你。哇，点解唔突然间咁孝顺啊？喂，我好惊啊，仔，系咪呢排荷包有光眼化？唉，隔呢条尾知你屙屎屙尿咧。讲啦，攞几多啊？都话阿妈最知仔心肝噶嘛，不过唔好攞攞声咁难听。嗯，今次啊想啊借，嗯，借咁嘅。我度过谂过噶啦，问过晒好多人，俾我揾到一条非常之好嘅赚钱方法，投资少，利润高，回报快。不过咧，我就争咗少少啲啲低碎咁多嘅呢个启动资金，即系几多啫？20万。有你啫，口气好大，20万都话少少地，系啊。咁诶。即系我都有其他好路数行嘅，咁之但系其他嗰啲咧都要即系百几两百万先做到嘢咁。我相对呢一个咧开翻间奶茶店仔啊，算系少噶啦，妈。好，好啊，李玲，好，入厨房。哇，阿妈你都衰咯，因为我全节收喺厨房，人哋实谂唔到啊。喺边我攞？我嗌你入厨房攞把刀啊，一把唔够攞够两把。问银行攞啊，20万，妈我认真噶，我够认真啦。嗱，你都系惊我蚀钱啫，我做过晒好多市场调查，半年内一定会连本带利还翻晒俾你，你信我咧？我仲信你吓？试问你由细到大，你坤过我几多次？边有你咁做阿妈嘅啫？我点做阿妈？边个阿妈唔想自己个仔发围噶？而家咁大条啊，光明大道财路喺度，你系左头左势咁样，我究竟系咪你亲生嘅咧？喂，康生，你即系话我阻住你发达咁话啦，系嘛？好，你有本事就唔好问我借一个崩，问亲我不口借钱嘅，你就系啃老。警告你哋大家吓、啊，一个崩都唔准借俾佢啊！有本事你咪问啲猪朋狗友借咯，去度水啦笨。我大把朋友，我大把兄弟，大把门路。要度水有几难啊！我度唔到20万，我打死都唔翻屋企，冇翻嚟添啊！喂喂，成个呢个计划咧，我就已经介绍晒啦。嗱，咁呢个招聘方案大家非常清楚，应该对我哋呢个贡茶生意非常之有信心嘅。嗱，就用我哋阿冰冰圆圆为例啊，佢啲后生女好中意呢度买嘢饮噶吓，日日走去帮衬人哋，边过瘾嘅啫？系咪？不如咁，自己抌钱做老板，自己冲自己饮，好唔好？嗯。你叫我哋10蚊8蚊买杯贡茶饮下得啫，10万8万喎，我边度死俾你？哇，好晏啊，我哋仲要搞卫生。系啊系啊，走啦，下次再倾过，下次再倾啦。
女人仔真系冇嚟大志，明框有发达机会都唔识捉住，系咪？以后点样发围啊？吓，你又唔同，大男人嚟噶嘛？我非常睇好你嘅，我向到果你系想要一个发达嘅好机会吓。即系我口水威咧，从来都唔执输嘅。有嘢赚嘅钱嘢咧，我肯定会攞住去嘅，系咪啊？你话投资啊嘛，我投。咁啊得啦，唉嗱，咁啊成个方案你清楚晒噶啦，咁你谂住抌几多钱玩下？第十五万咩？五万啫，五十蚊，廿万盘生意你抌五十蚊有鬼用啊？嫌少啊？哎呀，真系啊！我有嘢做啊，各位，走先啦。唔使改名啦，继续口水威啦你。你有意思可以俾多少少嘅？我几走先。即係啲咁嘅男人咧，邊有用噶、啊？攞幾百蚊嚟想做老細咧，咁嘅諗法實在太天真。關叔你又唔同啦，我知道你出咗咩隱形富豪嚟噶嘛，係咪？廿零萬呢啲咁嘅數目，對於你嚟講啊，掹執毛啦。再講啊，你由細睇到我大，冇理由唔信我嘅。唉，傻仔，我有乜理由信唔你唔過嘅啫嚇？只不過你知噶啦，我老婆好犀利噶嘛，俾佢知道我偷偷地做生意啊！嫌到我都有份啊！啊，诶，系啦，我要凑个孙放学啊，唔倾咁多啦，下次再讲啊，吓，其实少少少都得嘅。一对女幼仔，关叔我喺精神上百分百支持你噶吓，啲结婚嘅男人啊真系麻鬼烦，俾人管住晒吓。陈仔明，你又唔同啦。单身寡佬系咪先？冇女人喺后边啲牙松降，啲钱想点玩都得啦。友仔，知我先都唔先下嗰度弊咧。你唔先系坐我听我讲咁耐嘢把鬼嘅。我教精，你应该去揾嗰啲跳广场舞啲师奶。师奶仔有几多钱做投资啊？你前嗰轮报纸讲啊，有个银行嗰啲业务员啊。去廣場跳師奶舞啊，同嗰啲師奶啊，跟住拉咗千幾萬生意啊！乜你咁神噶？跳得嗰阵就喘晒气咯。一阵，阿伯姑，你跳咗几粒钟噶啦？成朝都唔攰咁你哋。哎呀，我哋啱啱热身啫嘛，边有攰啊？早知你咁神啦，我就唔揾你做 partner 啦。嗰个占士啊，好得过你多多声啦。边个占士咧？咪卖降压药嗰个业务员咯。嗰个占士啊，真系唔话得噶，日日陪我哋跳舞。还送那些练功鞋给我们、哎、那天、啊、在罗岗、啊、成箱铲烫回来、啊哎、各位靓女你们好、啊、你们平时很多人的为什么今天这么少人的人多人少关你什么事、啊、你们做什么的我们是隔离街儿童辅导中心的来派些卡片给各位靓女看看、啊、儿童辅导中心即是做什么的我哋中心咧有绘画班啦、乐器班啦、象棋班啦，样样齐全。大家可以将啲孙仔孙女交俾我哋中心，我哋去辅导佢功课，而你哋咧又可以安心去买餸、跳舞，一举两得噶。啊，听落又几好噶噃。系啊，不如我请大家饮茶。哦，啊，美姐啊，有着数啊，有着数啊，有咩着数啊？有咩着数啊？多谢多谢多谢。我哋边食边倾啦。哇，唔系啊嘛，啲师奶都唔抢手，啲市场竞争真系强。阿少，喺你苦瓜干咁嘅面口，估到你应该系出师不利啦，系嘛？喂，阴公陪人跳舞跳咗成朝，得个吉。即是如果我两三句就谈得掂的事呢就不叫大生意了、哦、我现在就是
中场休息，翻嚟午休，一阵继续。中场退场咋啩？我见到你啲客啊，俾人叫走晒啦。得啦得啦，唔使润我吓。我而家就算班师奶仔唔撑我咧，我康天庥咧就大把门路吓，大把路数。我而家就去度水吓。总之，我康天庥从今日开始咧，一个崩都唔会使你嘅。我廿万度唔翻嚟，我打死都唔翻屋企。死仔你话噶吓？喂，嚟，边个喂懒啊都没？你话冇搞鬼错啊？自己亲生仔嚟噶嘛？你唔俾钱打本我做生意都算啦，有乜嚟喺度讲埋仔单单打打咁嘅嘢喺度润我先得嘅？即系唔想我发达啦，唔想我发围啦，吓都唔知我系咪佢亲生仔嚟？哎呀呀呀，做乜嘢啊？天庥，你食咗火药啊？吓，又同阿妈嘈交咧？总之我唔理，今次咧我就打定主意系要离家出走一段时间咧，等佢紧张下吓，即系俾佢知道呢个系亲生仔嚟嘅，唔可以。做兄弟，你冇理由唔收留我噶。收，冇问题啊！喺呢度一餐两餐瞓翻晚都仲得，多双筷子啫嘛。即系食饭呢样嘢咧，就梗噶啦。嗯，诶，唔好讲，陪我买床。喂，买床啊？你谂住喺度住几耐啊？唔知噶，咁冇理由喺度瞓厕所噶，系咪先？咁即系总之唔创翻一番事业咧，我打死都唔翻屋企啦。啊！天佑。即系你呢份咁嘅斗心咧，我啊好撑你嘅，但系站在父母立场咧，又好似唔系咁好，系咪？得你一粒仔嘅咋，你咁样对佢唔得噶。一言惊醒梦中人，你讲得好啱听，得我一粒仔啫嘛。系啊系啊，啱。佢一定会嗌我翻屋企，短则三五个月，长则一年半载，一定会嗌我翻屋企。咩话？一年半载？啊！天佑，即你迟早都系要翻去噶，系嘛？不如你借20万俾我啦。嗱，你借20万俾我咧，我间店开成啦，我又可以翻屋企啦，而且赚硬嘅，你咪当入股。得20万啦，系嘛？20万，我而家就帮你扑翻嚟。等住，估唔到佢乸乸地又几嚿兄弟。喂，姊妹，做咩？有啲同你讲啊，咩我真系睇唔过眼啊！正所谓可怜天下父母心啊嘛，天佑咁样对你，真系好鬼唔啱噶。我咧都为人父母，我见到你对佢咁牵肠挂肚咧，个心啊啰啰挛。我同佢咧都系好兄弟嚟噶，不过今次咧我大义灭亲，我要爆佢大镬。咩啊？嗰只衰仔啊，而家就匿喺我屋企嗰度吓，只要你出声，你带队嘅话，我一定帮你捉佢翻嚟嘅。唔该晒。唔使劳烦你啦。吓、啊？诶、佢喺你度咯，我咁我安乐噶啦。啊，最起码你唔会虐待佢咯，嗬？啊，佢晚黑要食宵夜噶。你，哎呀，咁你两母子嘈交斗系关我鬼事咩？佢，哎呀！喂，仲有冇嘢讲啊？你同我斗？天，啊，衰仔谂通咗走啦，咁啊一天都干晒。唉，买好晒啤酒花生啦，今晚有场波咧，等你翻嚟同我一齐睇。唉，准备啲嘢啊吓。啊，仲以为你走咗添。喂，即咁啊，头先咧，我啊搵你阿妈倾过偈嘅，发觉咧佢好似一啲感觉都冇。吓？唉，正常啦，离家出走呢啲惯用招嚟噶。咁冇用噶噃。诶，听你咁讲，你系咪有桥咧？梗系有桥咧。嗱，你一于咧就行开下，有咁远走咁远。等我哋揾你唔到，之后咧，之后一个回马枪杀翻康家，再同佢讲，妈，我而家外省识咗个女仔，一见钟情，好中意佢，我决定私定终身，入赘佢哋。哇，你妈听啊，做乜都鼻哥窿都冇用，估唔到你斯斯文文着条西裙咁，讲啲嘢咁鬼阴毒嘅。正所谓无毒不丈夫啊嘛。咩圆圆啊？嚟，你识我哋啊？即系话时话咧，你有冇见到我个衰仔出出入入啊？呢排冇喎，佢去得去边啊？吓乜？原来你哋都唔知噶咩啊？咩啊？青丘去咗云南啊嘛？云南系啊，我见佢发朋友圈 send 晒啲相上嚟，咁应该系去旅行散心咋啩？我有佢微信噶，我唔知咩。
佢一定拉黑咗你。吓、啊，屈咗你啊！我系翻嚟啦。死仔啊你啊吓！你做乜嘢你啊？粒声唔出走去咁多日，你系咪想激死阿妈攞身败？吓、啊？对唔住咯。对唔住。之前一冲动攞起啲行李啊，想去旅游啦咁。唔系你都唔知，我呢十几日咧喺呢个山清水秀嘅丽江里边咧，洗涤心灵啊，感受大自然之后感觉咩叫做在家千日好，出外半朝难啊！咩啊？都系啦。啊，放心。喺我即系睇清咗自己嘅人生同埋规划之后咧，我决定以后都唔会啊再问你咩借钱啊、搞生意啊、做啲不切实际嘅嘢，你放心。吓、啊！所以今日翻嚟咧，就主要问阿妈你咧，就话都系想借啲嘢。借钱、啊。不过唔系借钱，绝对唔借钱吓。唔借钱，你借咩？借个户口簿。咁嘅，我喺云南咧就啊识咗个女仔，哇，唔单止一见钟情啊！互相深爱，跟住仲要见埋家长，唔单止啊，人哋父母仲话咧好中意我啊，中意我有呢、這个热血斗志啦，吓远大嘅理想啦，吓、啊、就话咧可以咧就打啲本俾我喺云南嗰边创业啊，所以今次翻嚟攞埋个户口簿咧，我就过去嗰边领埋个证，跟住就结婚生仔喺嗰边咧落地生根，就发奋做人。咁咪即系做上门女婿？我哋未见到阿天庥拍拖，咁同边个结啊？系咯，我都想佢讲笑啊！之但个衰仔好鬼认真咁同我讲嘅咧，先嗰几日佢话去咗云南去旅游啫，系啊，一个唔该佢识得个女仔，跟住翻嚟咧问我攞户口簿，话要登记结婚啦。阿潜啊，即系件事咧就系突然咗啲，但系话晒结婚好事嚟噶嘛，你使唔使揦埋口面咁啊？大伯，我讲嘢你睇下，讲做咩？讲嘢咁下爬气，你真系冷静啲，冷静啲。而家弊在系点咧？吓，佢个外父外母啊，阿未来嘅，佢嗌佢咧要落叶生根啊，吓要去佢屋企度添啊，啊！咁搞法咪即系入赘？系咯。唉，先识得嗰十日八日就话结婚咯，家长又未见过，仲当唔当系我系佢妈嚟噶？以后似佢啊！我唔理啊嗱，你哋屋企人嚟噶，一定要撑我，无条件撑我，拆散佢，棒打鸳鸯都系咁话噶啦。二嫂啊。其实俺觉得吧，天修趁着年轻出去闯荡闯荡，长长见识呢，也是件好事儿。你别看那云南偏远啊，但人家那儿空气特别好，还山清水秀的啊，人家吃的是无公害，住的是原生态，多好啊！哎呀，真系难得，系男儿啊，志在四方。即系如果我个仔咧去云南打工，冇问题，我绝对唔会反对。但系而家唔系啊，佢要去结婚啊！喂，广东大把女仔啫，你使唔使山长水远去到武雷公、乌云南咁远啊？哎呦，二嫂，这有啥奇怪的？你看，一个河南人，俺不嫁一个广东老公，那天修去云南讨个老婆有啥奇怪？大嫂啊，我第一粒仔咁多嚟噶，啊，我仲指意咧下辈世佢嚟侍奉我添噶。二嫂啊！系要侍奉你，但系唔好咁激动啦，系嘛？而且你啲粗暴嘅方式啊，而家唔适用噶啦，而家系新社会廿一世纪。咁我应该点啊？嗱，冇咗个仔噶咯喎！我同你讲，家下啲后生好鬼叛逆噶，你越唔俾佢做咧，佢就越要去做。你啊，跟住适得其反添。计我话咧，与其咧就棒打鸳鸯，不如咧我哋顺一顺佢意，再从长计议。即系点啊？阿三咪講得啱喎，嗱，橫掂咧，老豆媽子咧翻咗鄉下啊嘛，咁我哋可以趁呢個時間咧，同阿天友講，即係結婚係大事嚟噶嘛，咁啊，梗係要阿爺揸主意噶啦，咁啊，點都要等阿爺翻到嚟主持大局㗎，係咪咁講先？嗱，你知啦，即係啱唔知，我哋咧就拖得一時係一時。優玲，啊，阿媽，啊，咁夜都唔瞓嘅嚇，真係。边又瞓得着啊？
即系我嚟呢就即系想同你倾倾。嗱，唔使讲啦，啊，即系如果你想我留低吓，唔好去咧，咁啊，即系讲嚟嘥气啦。即系唔系咧，仔，即系我认为咧，结婚呢件事咧就系人生大事嚟嘅，即系唔系话玩泥沙嘅，系嘛？即系绝对唔可以一时冲动嘅，你可唔可以迟啲？即系想我悔婚系嘛？啊，即系迟啲嫁人唔系话唔得，即系不过咁啊嘛。我今次去到云南咧，系因为人哋外父外母好欣赏我，吓好睇得起我，人哋资助我创业，即系俾钱嘅嘛。知我知，即系我其实唔系话嗌你悔婚啊，即系你结婚呢件事，即系我唔系反对你嘅，即系。阿爷阿嫲咧，依家佢又唔喺树啊！你好唔好意即系话，我认为你系咪应该等埋阿爷佢哋翻嚟同你主持婚礼会好啲咯？就咁啊？系啊！我入赘喎，我要跑到云南入赘喎，你系咪应该有啲即系拦住我啊？唔舍得咁嗰啲咧？我唔舍得有咩用啫？咁你中意啦嘛？系咪啊？咁。我由始至终我都冇反对你结婚嘅，我冇其他要求噶。阿妈，即我觉得咧，就你唔使讲啦，我一个要求，等阿爷阿嫲翻嚟吓，乖。阿爷阿嫲翻咗结啦。老细仔，唉声太做乜嘢啊？喂，点啫？你阿妈听到你要去云南，咪拍到鼻哥窿都冇肉，即刻乖乖地咁俾个钱接你呢？户口簿俾你做咩啊？结婚咪俾户口簿咯。我阿妈话仔大睇世界，我中意就得啦。喂，即系无啦啦佢咁顺摊，咁而家点啊？条桥你教我噶喎，你问我点啊？哎。放心啦，我十不谂掂佢嘅，正所谓为人为到底，吓送佛送到西。喂，而家全家上下都好支持我结婚咧，吓我阿妈话等我阿爷阿嫲翻嚟咧就会主持大局啊，搞掂坛嘢噶啦，我而家边度搵个孙生宝俾佢哋？哎呀，唔得啦，我哋一定要谂办法咧，令到你阿妈出手棒打鸳鸯，到嗰阵时佢有求于你咯，自然咩都听晒你话啦。唔好话棒打鸳鸯，唔好话反对。佢连一句劝都冇劝过啊！我而家就真系老鼠拉龟，无从下手。哇！咁睇嚟入赘云南都唔够惨喎。不过话时话，你成个康家啲外来媳妇咧，嗱唔系美国就外地。咧，你阿妈都系汕头噶，所以佢哋离乡别井咧，都好似觉得家常便饭咁啊。有少少道理啊。嗯。唔怪之佢哋一啲反应都冇啦。哎呀，睇嚟咧，我哋一定将个行动升级。有咁惨先咁惨，到嗰阵时咧，你阿妈咧就觉得哎呀，宝贝仔心头肉，又唔舍得你，嘿嘿。到嗰阵时咧，佢一定会谂尽办法留你喺广州嘅。有谂，想开一点嘛，都谂佢唔到。哎呦，天星回来啦，阿妈，咁嘅，我啊想我找不到阿炳表伯的电话，想问你攞。送咩无啦啦攞炳表伯电话啫？有啲生意想同佢倾下。啊？你喂，你炳表伯养猪养鸡咗，有咩生意同你倾啊？就系贪佢养猪养鸡啦，即系其实咁嘅。我女朋友嗰边咧就祖宗三代都系做农民嘅。吓、咁啊，所以咧都系平时养下家禽，种下瓜菜咁样。我想问炳表伯攞啲鸡种啊、鱼苗啊，成咁引进下啲新系列嘅产品。哎，天修啊，你不是跟俺们说你那老丈人打本给你创业的吗？咁啊系咯，怎么让你去种树养鸡去了？咁、搞农业都系创业噶、而且佢哋唔系净系搞农业，都有搞下电子商务咁。咩话？连电子商务都卖啊？咁喺网上边佢卖咩？卖化肥。吓？化肥？这哎呀，这是你啊？哎，你干啥呢？这是？搬化肥啦。啊，你搬啊？我平时一日都搬佢十吨八吨咁噶，几多啊？唔系，我做健身啊。
前面呢个肥妹啊，肥到样都睇唔清喎，边个嚟噶？系啊，嗰个好肥好大只嗰个啊？系啊系啊，我未婚妻啊嘛。啊？未婚妻？咩？我未来新抱就呢坛嘢啊！你唔可以揾啲咁歧视嘅语气同眼光去讲佢噶喎。虽然我未婚妻咧就系大我十年，仲重我成百斤添。哇！之但系我哋系真心相爱的，爱情面前系冇任何界限噶嘛。总之我系唔会俾啲世俗嘅眼光打败噶嘛。好多星星啊！哎呀，二嫂，你别吓我！哎呦，好啊，二嫂。系咯，二嫂，你唔好咁啦，哭哭啼啼咁又揦埋口面，阿优仔见到啊会担心唔高兴噶。我够想日日好似连志雄咁面口对住佢咯，知我忍唔住啦。好啦，我都唔知道做错咗啲咩，真系前世唔收咯。二嫂，其实做农民他没啥不好的，你看俺不就是农村出来的吗？啊，而且现在这农村的政策可好了，他们活得可滋润了啊！系呀，大嫂讲得啱啦，二嫂啊，喂，农民咧冇咩唔好嘅，而且咧你嗰个仔咧大少爷嚟噶嘛，平时啊饭嚟张口衣嚟伸手咁，系边有做过嘢啫？啱啦，做下啲粗重嘢咪当磨练咯。你哋有冇听到啫？嗰个女仔啊，大过我仔成十岁咁多嘅，网上都有话啦，大三岁咋就已经有代沟啦。咁以后点相处啊？系个仔同佢过人世啊，亦话我同佢做姊妹啊？吓，仲有啊，嗰个女仔啊，重过我仔成百斤喎，咁啊真是两百几斤，哇！想起嚟都恐怖啊！咁大份人如果得落我个仔度啊，个仔唔残废啊，天衣发都漏水啦，系嘛？哎呀，二嫂，这个胖点有啥不好的？这个胖，俗话都说了，胖的人他好生养，是不是？还有啊，你这农村都是体力活，你说你瘦的跟个电线杆似的，你去干啥？你咩人嚟噶？你唔系康家人嚟噶？咩？喂，讲明噶嘛，一定要撑我噶嘛，做咩而家？一个月个手指咬出唔咬入噶，你哋真系冇人性啊！你哋，又系喎，啲我哋应该拆散佢先系噶噃。不是为了安慰二嫂。大嫂啊，边有人好似你咁样安慰人嘅啫？啊，那要不你来？诶，二嫂啊，我问下你啊，你由始至终咧有冇谂住放阿天庥去云南啊？我傻噶。又是你哋自己噶，出埋曬啲咁屎橋啊！人我援兵之計，要我拖得就拖啊！嗱，你啱先講啦，即係由始至終你係冇諗住放人噶嘛？梗係啦，話知嗰個女人咧三頭六臂啦，咁開講就話啊嘛，時間同埋距離咧係愛情嘅最大敵人，只要你順住佢拖下咧，就會淡噶啦，就咁簡單啫嘛。哦，即係話堅持就是勝利，堅持再拖，拖，即係讀到橋未啫？哎呀，而家咪帮你度紧啦，唔好催住晒咧。我唔系想催你啊，但系我阿爷阿嫲下个星期翻噶啦嘛。喂，话时话，你阿妈份人今次有啲奇怪喎。平时你话系咁样想去旅游啫，佢都饿到你都紧箍咒咁。喂，但系今次你话临结婚，佢 at 都唔 at 喎，你唔觉得好奇怪嘅咩？我人之前走咗十几日话去云南玩，吓鬼惊咗啩，而家惊咗咪乜都就晒我咯。冇错啦，个 point 就喺呢度啦。咩意思啫？呢个世界咧，讲同做永远两回事嚟噶。有好多人咧用把口讲咧，永远都冇嗰种质感嘅。如果够胆做出嚟，咁就唔同啦。啊，嚟一个咩突如其来嘅心灵震撼同埋感官冲击，咁啊天渊之别啦。唔明？你真系好鬼死蠢嘅啫。嗱，即系咁啊嗱。你一於咧就將呢一個咁樣嘅人咧動喺佢面前，到佢忍唔住啦嚇，咪留低咯。咁就霎時間邊度揾個又醜又肥又核突啊，又惡啃又老嘅女人翻嚟咧？啊，唔緊要，平時咧我喺電視台咧都有炒下更幫人哋化妝啊、set 下頭，識唔少導演噶。你嗰個煮費應該好多人，我介紹俾你識，包保你滿意，演技又好，又收費平啊！得唔得噶？掂噶啦！我而家就打俾佢啊！哎，翻嚟啦！嗯，哇，天兄，你这大包小包，你接谁去了？来了，来了，贵人啊！啊，
我女朋友咧，今日话嚟咗广州，俾个惊喜我喎，咁咪带翻嚟见下家长啦。女朋友，翠花入嚟入嚟吓。大家好，我是彩花，多指教。翠花，嗱咁嘅，呢位我阿妈，大伯娘、大伯、拉叔、三叔，叫人啦。这么多人怎么叫，记都记不住。唔紧要。坐低食饭，啱好时间啊！系，坐落去先。翠花啊，坐嚟。翠花坐火车嚟噶，坐成廿几个钟啊，咁点解唔坐飞机嘅？这个你说的太对了啊！康天修，你为什么不帮我订个飞机票？这火车摇摇晃晃的，人又多，那个屎那个尿排队排老半天。你存心整我的是吧？对不住啊，亨尼，即系咧，我又唔记得同你订飞机票，即系我唔啱啊，即系我翻去即刻帮你订翻飞机票，乖下。先听着咩？食饭，食饭啦，啲汤都冻啦吓，饮汤啦。哎呦，这就是广东老火汤啊，老有名啦。试下。哎呀，什么东西？好淡，喝不惯。还是吃鸡好了。哎呀，二嫂，哎呀，这阿姨是残疾的吗？喂，唔系，康天修，你帮我订了酒店没有？哦，订好晒噶啦，就隔篱街嗰间，楼顶仲有旋转餐厅包你满意。哎呀，条友，四星级噶，好贵噶。喂，我哋自己开旅馆噶嘛，喺度开间房住咪得咯，嘥埋啲无谓钱做咩咧？系咯，喺度住咪仲好。那不行，你们家好歹也是康家的地方，我都还没有过门就住你们家，怎么可以？传出去多难听。阿姨，你也不用心疼，我也不会心疼，这康天修花的钱，亲爱的，你心疼吗？唔心疼，梗系唔心疼啦。我心痛咧。喂，二嫂。入嚟，哇！乜又咁夜啊？唔瞓觉等我倾偈系乜？睇见个新抱咁嘅款，边度瞓得着先得噶？我仔啊，坐低吓。话时话咧，你真系谂清楚噶啦，你真系要同嗰件咁嘅菜花结婚啊？乜你好唔中意佢咩？即阿妈咧，唔系嗰啲萌塞嘅人啊，样差啲、肥啲、学历低啲、住得远啲，呢啲都唔系问题。喂，素质好紧要噶仔，呢个系一个大问题嚟噶吓。你睇头先啊，见到咁多长辈啊，喂，招呼都冇句啊，算啦，仲要话一句话，我唔记得噶咁啊，敷衍了事。呢啲系属于咩咧？系冇家教。佢心直口快啫。仲有吓，食饭嗰时咧就飞将过河啊！仲有饮啖汤，掠翻出去俾人哋饮都有喎，有冇咁核突噶？我谂起而家都仲作闷啊！真系。哦，咁佢喺屋企系咁噶啦，咁佢当正你哋系自己屋企人，先会咁肆无忌惮嘅啫。系啊，呢个衰仔嚟啊！佢俾咗咩迷魂汤你食噶？你句句帮住佢。嗱，我而家最尾问你一次，呢件事系咪冇弯转？系嘛？系咪事必你一定要去云南，一定做上门女婿先？咁呢个世界又冇话绝对嘅。咁即系点啊？我都廿几岁啦，系咪？我当时谂住喺广州创业啊，所以喺广州咧就搞自己嘅事业时，你一个崩都唔肯撑我。咁人哋而家老豆睇得起我，而老豆咧支持我，有咁好嘅创业机会，俾着你啊，你都唔会留喺广州等你养啦，系嘛？喂仔啊，即如果你肯留在广州嘅，咁以后嗰啲嘢咪即仔乸嘢系咪从长计议，好易话为啫。不过我真系劝你，真系认真谂清谂楚至好。结婚唔系玩泥沙噶 ，OK？ 我讲住咁多先啦。唉，阿妈终于睇唔过眼出手，可以收工。那不是你未来儿媳妇吧？哎呀，该会咯，咁唔好彩噶，咁都撞到佢，真系，唉。咱们去打招呼呗。傻噶啦。啊？咁大份嘢得喺度啊，望到心都实埋啊。
兜路行，我把佢。哎呀，演一场戏赚个500，还真不错，够钱给我妈买个老人手机了。哎呀，老人家，你怎么了？有没有事啊？是不是我撞到你了？我头晕了，哎呀，头晕，那怎么办？我把你送医院去。哎呀，女呀，你莫咁多事啦，小心啊，好人冇好报噶。你这什么意思啊？等你啊，送佢去医院啊，到时被佢屋企人撞到啊，唉，要你赔医药费啊。照你这样说，还有没有一点雷锋精神啊？老人家，你不要担心，我把你送医院去。来，走慢点，没事吧？没有。这是出啥事了？这是关叔哈啊，嗰个靓女呀，睇到个叔晕低呀，送佢去医院咯。哎，二嫂啊，这女孩人挺好的，系咯，虽然长得粗了点，不过心地善良哎。睇唔出个妹几好心啊。嗯。哎喂，啊，你估我仔会唔会中意佢呢样嘢啦？肯定是的啦，这样的女孩现在不多见的。回来了，咁齐人嘅今日啊！你坐低，你阿妈又要同你讲吓，讲啦。仔啊，嗯，你阿妈我今日咧又谂咗好耐，最尾咧都系决定同意你同阿菜花结婚。你琴晚唔系咁讲噶噃？你琴晚是这样的，在俺们今天遇到菜花之后呢，俺们的主意就改变了。你想一下。一个女人就算长得再好看，你也就顶多能看个10年8年，不是？但是心地善良不一样，心地善良是一辈子的事，最重要的事情。所以俺们大家一致决定，全力支持你跟菜花在一起。睇嚟我都要离开呢笪伤心地，出去闯下先得。哎，靠自己。入嚟。喂，一个二个。有乜咖啡多头啊？唔瞓觉噶？阿仔啊，嗯，即系你咧就先过去云南先吓，咁，嗯，啊等到爷爷嫲嫲翻嚟咯，咁我哋啊同爷爷嫲嫲咧就一齐飞去云南，咁啊同你嗰个外父外母咧，我哋再倾摆酒嗰啲事，吓啊系。一个人咧出门在外咧，冇个钱旁身啊唔得嘅。呢度有个存折。广州照顾你去云南啊？咁友仔，你咁讲系咩意思啊？其实我就未试过真系一个人走去云南嘅，亦都冇女朋友，所以咧就其实成件事系一个美丽嘅误会。误会？个死仔你！你死晒宝啊！你啊！居然就为咗呃我嘅20万？打咗啦，闹闹咗啦，咁我又讲晒啲真相，又对唔住咁，几时过落我名啫？过你个死人头！除非你应承我个条件啦。咩条件啊？同菜花结婚啊！